我再也不相信屈原了。楚王因为小人谗言，不再相信屈原。屈原四处游历，写下一首首爱国诗，是这样唱的：受够世界的浑浊，你不信我清白，到底在哪里 ？You don't believe me。我们国家的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为何楚王不信我流放我到边境，为何不信我？算了，细细看溃亡。后来百姓为了不让于是屈原的身体都丢肉粽到水中，这么又是肉粽，这热量如此之高，你知道吗？于是渔民竟然改丢葱浸乳清蛋白随手包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如此之好，让我运动后喝一杯，用尽也能如此简单。若我国当年有这么好的东西，就不会笑不开了，也不会受如此之大的委屈。葱浸乳清蛋白真的有点厉害。